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份工作，招正社员十名，工作的内容是软件开发，工作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，月给是21万，然后需要英语，别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公司参加一个说明会，说明会的时间是135的上午11点，246天的下午1点。这边是我们公司的地址和电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。好。